林子，我去工地干活了。等一下。咋了？你兜里面还有烟没得？还有两个。就两根烟，待会儿在工地干头，人家问你要，你给还是不给啊？来，拿到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在工地干地，地勤还在没坏处的，地的时候了两根，一根里，一根外，听到没有？好，知道了。烟少抽一点，干活的注意点，回来早一点。好，知道了。喂，哎，来个烟，来个烟，哎，好，要憋死我了。这家伙，老魏还挺懂的嘛。哎，都是英子教的。哎呀，要我说还是你家英子好呀，那比我媳妇可强太多了。她是一根烟都不让我抽哦。那不是说明张嫂爱你吗？对呀，这是爱呀。可老魏，你知道吗？在咱成年人的世界。你要是遇到一个懂你的人，会比遇到一个爱你的人更难哦。英子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嗯。嗯，你先休息一下嘛，我等会儿做好饭叫你。没事，我帮你烧火。英子，这个角度看你真好看。喂，那你那个角度不好看吗？是是是，我帮你烧火吧。嚯，这雨下的还真大！那房间都倒了。哎，没事，明天抽空组织一下就好了。我看你柜子里面烟没得了，我又给你买了一条。英子，能遇到一个劝我少抽烟还给我买烟的女人，真幸福。一天天屁话包括文化，不能吃饭。情人总分分合，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。